什么景啊？这个景是海旋门嘛，巴黎嘛，不是山西大院吗？这个是谁呀？啊，我是谁呀？你看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吗？哎呀，我这么年轻怎么会看过呢？那里面的丫鬟燕儿，我是她孙女儿。哦，真的吗？谁导的这部戏？张艺谋啊。张艺谋是谁呀？对啊，张艺谋是我国著名导演啊。陈可辛导演我都认识。那从哪儿来呀？我是法国。你呢？你看我像哪儿来的？看你像从韩国来的。안녕하세요만나서반갑습니다。哎呀，这位呢？我是从日本来的。你看错了，すみません。阿里嘎多，すみません。这位呢？我从横店来的。群演，远道而来，我帮你们拍张照吧。首先拍得好的话呢，你们要有个参照物，就是像很胖的路人甲之类的。自动人像前后2000万像素，大长腿。这个是少男少女最喜欢的手机。谢谢鞠茹姐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您，谢谢。